老美女，要瓶子吗？谢谢。咱们家现在条件也好了，以后你就不用出来捡瓶子了吧？小美的学费我一定要负责啊。当初你把我捡回来供我上大学，接着又帮助了几个山区的孩子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哇，爸现在很有力气，在家也是闲着。那以后小美的学费我来记，这种可以了吧？不，我和你一起去捡瓶子，我们要送小梅上大学。好。